看一下这家，吃的酒足饭饱的，很好，很舒服，很健康。这是一家南韩餐厅，我们在等位置。来吃饭啊！我也来了，我第一次来，就食客，所以不太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。然后我刚才问了那个经理，我说你这个 Roy 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像一只眼睛啊。他说是煮过的食物的意思，因为用英文跟他问嘛。哎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这是木头的，真木头的，这个真木头的菜谱。每个都很好吃，八磅酒其实就是九磅了，标价标的很有意思，五磅酒就是六磅了，其实，但是你感觉是五磅，哇，很漂亮！我比较喜欢吃有那种辣白菜的。好，我们挑。辣白菜好好吃的，比我买那个罐头的新鲜多了，看他们是自己做的一样。快吃一下紫菜吧。这也很好。这是点豆芽。这茶也很可爱，这茶是巴黎 tea， 但是麦茶。这茶杯很小，有点像酒盅一样哈，很可爱，质量很好，吃的和喝的感觉很有质量。这是三个小开盘，应该是免费的。然后呢，这壶，一大壶，很漂亮，五香五色。
卖茶很好，谢谢。这很多中国人来吃，看来中国人很会吃啊，都跑到这里来。我是第一次住伦敦住这么久才来跑这里来吃，我看那么多人排队，我知道就哎肯定不错。在这儿吃一餐是吧，过过瘾。这有几个选择，这个煎饼呢，还有这是它最原始最原装的南韩人的，还有海鲜呢还是什么，包的是最原始的，下去吃海鲜的。我发现自己太老土了，刚刚没看好。这是大盆一大碗的冷面，南韩的冷面。我以为他们是不是热面，结果才现在还供应冷面。哎呀，我吃的肚子好痒。我主食太老土了是吧，吃的太少，南韩饭菜吃的少。这家是我第一次来，但是感觉真的很好吃，很健康。然后竟然把这个刚挑出来放到这里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叫什么荔枝呢，结果是冰块儿，切得很圆，结果是冰，还不够凉吗？哎呀，我刚才喝的茶喝得很舒服，结果呢，这大碗凉面把我们吃了。我也没觉得啥，我小时候也在这里养大的，我回老家被别人骂。这杯子是暖的。没吃光，吃不动，然后打包出来的，很好。打包出来，啊，要散下步了。刚才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一桌人呢，是，应该是从上海来的，上海的年轻人。看得出来他们不太会说英文，说可乐 ，Coke。然后 one 这样子，但是他们很会吃哦，很会吃，人家叫的又很对哦，三个人吃了一个大火锅，我这吃了一大碗冷面，然后听到他们聊到，香港，隐隐约约的听到说就是香港是，被煽动的这样子，香港人是被煽动。上海在历史上也曾经被煽动，就说这个意思吧。但是我没有插言，我没有插言。非常有趣的是他们说到这些哈。后来呢，那壶茶也很好，那壶茶最后喝到最后的时候有点太浓了，就有点发苦了，这也是很奇怪。不过我个人是非常的第一次经历，在
伦敦吃南韩的东西，还是别有别具一格，别具一格。未来会带好朋友们，更多的人过来，就这样子。噔，是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啊，经营还是很快，很干净，很不错的，很有效率。22磅，将近23磅，才加了2磅钱的那种服务费，所以相对是，一个人吃了钱不算少啊，但是因为我叫的不对嘛，所以吃的又很撑，很愉快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。谢谢您的时间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记住为我点赞，谢谢您，再见。